Hi guys， 这一周是第二十五周。第二十五周做了什么事情？第二十五周什么事情都没做，知道为什么吗？那一天是六月十八号，其实是那天晚上要吃谢师宴。那天其实伤腹差不多了，就差不多长这个样子，伤口大概长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那时候想说 ，OK， 平常前两周打游戏打很凶，然后想说准备要作息正常了，早上五点进去那个 Discord 的群组，原本想问说，哎、欸、，How's everybody doing right here？ 然后呢，就早上五点一进去，大家就说，哎、欸，干，我们开了一张新的地图 ，Minecraft 的地图。我说我很久没玩哎、欸，载回来啊！一载回来，我就直接在上面，我直接在椅子上面坐了十二个小时，早上五点到下午五点，下午五点干嘛呢？灌洗。准备出门去吃谢师宴，这就是所谓的电玩沉迷。我不知道怎么破解电玩沉迷、欸，总之就是很沉迷就对了。那怎么破解电玩沉迷？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